那边，追！ 小鱼，你没事吧？他跑了。我追！嗨！大佐，让杨天笑他给跑了，继续找，找不到人，也要找到尸体。嗨，追！怎么了？有点舍不得杨天笑？我已经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。 他还是冥顽不灵，还拿枪对着我。以后我不会再跟他是一条道上的人。以后见面就是敌人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了解他。女人真的是很难琢磨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 掌柜的，这里有个人。是他？啊，是这小子。快，先把人救上来。干脆一枪把他给毙了吧。你一边去。 跑江湖卖艺的，都啥玩意儿？这就是些吃饭的家伙。打开箱子看看。打开。走，检查一下，去。老总，我们这些东西可不经手啊。 去看看，走。已经憋死了吧？活着呢。这点不安全，赶紧弄回去再说。来，搭把手。我说你搭把手啊！扫命打眼光，跟木头桩子似的，你就长那儿，一辈子别回来。 走，你就长那儿，你别回来了。走开，别挡道。你叫我杵这儿，我就杵这儿，我偏走我。政委来看大家了，全体都有，立正。别那么拘谨呐！啊，我说长安呐。你可真是带兵有方啊！你看，带出来的兵都是那么精神。张志强，我知道你以前对我们共产党有些成见，这次你能协助我们救出了这么多同志，还带回来这么多人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徐爷你好，听说你在日本人的牢里受了不少的苦，现在你要在这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得有个好的身体。有了好身体，咱们才能痛快的杀鬼子。多谢政委。首长好。政委，李志敏、王志立，你们两个是我们党的老党员了，我就不想用辛苦二字了。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李顺水，不是，您怎么知道我叫李顺水的？嘿，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他叫李顺水呢？啊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曾经被日本人抓过军夫，后来 参加了义勇军，来到大陆协助我们抗日，没错吧？政委，台湾人也是中国人，这是应该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谢谢你。小妹子，首长好，你的手还疼吗？不疼。 首长放心，我留着这只手打鬼子。好，我一定让军医把你的手治好了。谢谢首长。只是可惜啊，杨天笑这次没能跟你们一块回来。杨队长还有孙师长的女儿至今都下落不明，首长可不可以多加派一些人手，帮着一起寻找啊？我已经通知地方的基层组织， 让他们协助寻找。杨天笑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，我们的队伍中需要这样的同志。还有你的女儿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。谢谢。幸亏兄弟们的伤势都没什么大碍，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头的安全了。我也担心他。 没想到，他为了救我们不惜牺牲自己，还来什么苦肉计，别出什么事儿才好。志明姐，要是换了我，不过我没别的意思，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不会也这么担心吧？当然会啦，你们所有兄弟在我心目当中都是一样重要的。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，什么一定不一定的呀？我觉得 其他同志，你肯定没这么担心。瞎说，没瞎说。你看我这手都伤成这样了，您都没问过，还是他们关心我。小妹子啊，你看出来了吧？还是我小台湾对你好吧？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你喜欢杨大哥？你们别瞎说啊！我跟杨天笑那是纯粹的革命友情。哦。 革命友情，不可能！我不跟你们争了，我现在去看看徐烨和其他的兄弟们。你走开！我去看看徐烨和其他的兄弟们。走开！你。我说兄弟们，这个地儿呢，我比你们早来了几天。这地儿很奇怪，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，哎，他都睡这种大通铺。哼。 你们啊，先自己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慢慢适应适应吧。啊，徐烨，徐烨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我怕你夜里冷，所以就多带了条被子给你。拿给其他人吧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您呢就给我吧。徐队长，您这是大小伙子睡凉炕，全靠火力壮。我身子虚。 徐队长，你是我老大的兄弟，娶他们姐俩不正好吗？就是啊，别胡闹了，行不行？学长，你看人家在这儿都等半天了，你咋的也得表示表示吧？就是啊，哎，表示表示，哎、表示表示表示什么表示？闹够了没有？现在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得一门心思的想着把杨队长怎么救出来，别的事儿什么都别想。你。 我说你小子傻呀，还不快去追！去呀！小文，你追来干嘛？你去找你的杨天笑啊！反正你心里就没有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天天都在想着你，担心你。 就盼着有一天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可你呢，连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我要听的不是这三个字。小文，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说，可是什么呀？ 我是一名军人，面对这残酷的战争，过了今天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天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。我不管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但是战争不结束，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情。我可以等。死了这条心吧，不用再等了。 我偏要等着你，我也等着你。你们敢偷听，都不想活了！快点跑了！给我站住！政委，就是这个。我听李志敏同志说过，为了揭开这个表里科的秘密，义勇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尤其是你，更是骨肉分离。长安同志啊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政委。 和国家的苦难相比，我个人这点事情不算什么。是啊，话是应该这么说啊，理儿呢也是这么个理儿。可是这人心，毕竟都是肉长的。算了，不说那个。反正啊，从今天起，这个表底科，我就算正式的交给你。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 老马，说实在话，我很欣赏你。我的旧部和我这帮兄弟都愿意留下来听党的安排。你是这儿的领导，所以这个交给你是再合适不过的。好，我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汇报，寻找专家，尽快的揭开这个表科的秘密。太好了，长安呐。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一批军用物资，还有抗日的经费，我想尽快的把它运回我们总部基地。这个任务，我想交给你。你是说，我亲自去？这个任务很重要啊，怎么，不行吗？ 太好了，老马呀，我休整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老身子骨啊，早就该活动活动了。说定了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咋想的？这活死人回来，你不自己少说两句吧。 天笑，天笑。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些什么，可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好事儿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可你不能总不吃不喝的。去去去去，一边去！要是换成我呀，我就该吃吃该喝喝，没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。来，喝碗鸡汤。 好吧，你自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鸡汤我给你放这儿。哎，掌柜的，杨天将身体已经恢复了，该走就叫他走了吧，要不整天摆张臭脸给谁看呢？你以为他在他那队伍上吗？真是的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 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到底你是掌柜的，我是掌柜的。我没说什么呀，对，你是掌柜的，我也没说别的，我就是说杨天笑身体恢复好了，该叫人回去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一看见我就瞪眼呢？你一看见他，这脸上跟开一朵花一样。该我脸上长着花，行了吧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？你说什么呢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 我想喜欢谁就喜欢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么一阵多石头咋回事啊？掌柜的，您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这可是刚买的粮食啊，这里边全石子儿，这咋回事啊？一定是罗土旺那老狐狸干的。这个老混蛋！ 居然我们山林队的仗都敢吃！是啊，他敢跟俺们耍猫腻，他不想活了是吧？干他！干他！这个老狐狸是有名的铁公鸡，鬼主意多着呢。他是觉得咱们山林队人少，以为咱们好欺负呢。那是他瞎了眼。兄弟们，一会儿咱们就下山。他罗土旺吃了我们多少，必须双倍给我吐出来。是。好。 保佑土旺年年发大财吧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怎么？上次买咱们粮食那伙山林队找咱们来了，他压我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就没事。老爷，赔点钱了事吧。哎，进了我兜了，钱让他拿出来吧。这真是，吩咐下面人准备着。哦，好好好。 老土旺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，段队长这么快就回来了啊？又买着粮食了？你少装蒜！上回在你们这儿买的粮食，一半都是掺了沙子。哎。 你今天把钱赔我，那我可比窦娥还得冤呐！你三强无力的打听打听，我罗土旺做事情，那可是公道啊！我坑谁不能坑你山林队呀、啊？我不给自个儿找麻烦。你少在这儿给我演戏，乖乖的把那些粮食给我补齐了，要不然你今天甭想好过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对你可是以礼相待啊！你要这儿跟我耍横，我也可以不客气。 老小子，你以为我是吓大的？放开我！爹！闺女，把我闺女放了！孙子，想让闺女回来，拿钱来赎。走！爹！走！放开我！闺女回来，回来！ 你给我打好啊！你抓我回来干嘛呀？我们请你回来是想吓唬吓唬你爹。我们山林队不是什么山贼土匪，是一支抗日的队伍。绑架撕票的事儿我们干不出来。掌柜的，他爹要是不还钱的话，我们可不能白养着他呀。这赔本的买卖咱可不干。要不把他给卖了？别把我卖了呀！我这一定会拿钱来赎我的。不过看他那细皮嫩肉的，我看觉得还是个卖个好价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怎么敢咬我？ 快救救我！别让他们把我给卖了！呀，你这个活死人终于活过来了。能救你的人不是我，是掌柜的。掌柜的，把他放了吧。 那可不行，钱没收回来，我可不能放人。欠你钱的是他爹，又不是他，对吗？那就怪他投错了胎，认错了爹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父债子偿。不是，你总得让我跟兄弟们有个解释吧？大不了我好吃好喝带着他，这样总行吧？就这么定了。 你没事了，好多了。你说的真对，我得好好的活着。早就应该想清楚。你饿不饿？还真饿了。秦龙，给他弄点吃的去。我给他做吃的。哎呦，人家都病了，你看你看。啊，我去。 哎呀，急死我了！急死我了！快，跟上！老爷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，银票、大米，还有把人都带来了。这才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呢。那还救不救小姐了？废话。 不就行吗？要不找警卫军帮忙？那些个连祖宗都敢卖的二狗子汉奸，你敢信得过他吗？哦，赶紧走！好，走，这。歇会儿吧，喝口水。哎，你伤口刚好，你再这么做，一会儿裂了怎么办？你别做了呀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来，喝口茶。来，喝口水。 哎，人家都把你忘了，你说你还想那么多干嘛？再说了，这凡事都得往前看，前面的风景更好。着凉了。 什么事儿啊，慌慌张张的！眼睛，刘土旺的老东西带一帮人朝咱这儿来了，去看看。哎呦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大掌柜，这干什么？先住手，问清楚什么情况。 掌柜，你这待客之道还特别，阵仗打得很嘞。我们吃了一次亏，这回你又带这么多人过来，我知道你又耍什么花样。别动！掏枪，老子帮了你。哎呀，误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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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回来呀，是想跟段掌柜的讨杯合计酒。我还有两车大米呢，两车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跟我们动手吧？哎呦呦呦！我就是抓着驴尾巴，挡炸弹，我也不敢在你这下贫嘴啊！我就怕这路上啊土匪打劫，我带着全部的壮丁押着这个银票跟大米，您可不能把我一片好心给糟蹋了哟！算你识相，我段红英也不是不讲江湖道义的人，既然你说话算话，我也不能言而无信。把他闺女带出来。是。段掌柜，我谢谢你了。快，长官，前面不远了，还多远呢？就在前面。快！快！爹！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心肝宝贝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有日子。 没见你怎么还帮了一圈啊！哼，我们把她当姑奶奶供着，好吃好喝的，能不胖吗？哎呀，我谢谢。只要你将来好好做生意，我们照样关照你生活。哎呀，罗掌柜的，您以后买8两，我不敢给半斤，咱以后就化干戈为玉帛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掌柜的，什么事儿？快说。 我看见罗德旺的管家带着2鬼子朝他们山里来了，他们又耍什么花样？别别别，扔我了！什么2鬼子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掌柜的，先对付2鬼子，再把事情查清楚，以免杀错人。你怎么又来指手画脚呢？听他的。 先把这父女俩关起来，把他们带走。拿走，快走，快点！麻溜利索，快点的，快走，快走！打仗你有经验，你说怎么办？把山里头的地形告诉我。这就是我们山寨附近的地形图。 我们跟鬼子的火力相差甚远，所以这仗呢，只能吓退敌人，不能硬拼，能不伤人就不伤人，否则招来2鬼子大部队的报复，就不好收手。这仗怎么打？你说。青龙，你带人抄捷径，绕到敌人的后方，开始第一波进攻，然后再引诱敌人追你们到南山边，最后朝这个方向撤退。我凭什么听你使唤？ 打仗的事儿你懂吗？不是，那我也打过仗啊。敌人到了南山边之后，掌柜的，你带其他兄弟。 埋伏在2侧，断了敌人的后路，务必把敌人引到山坳。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。我守在山坳。你一个人啊？给我2个人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不是让你去送死吗？人家想当英雄，想当烈士，你就叫人家当呗，只要别把咱们乔家班老巢端了就行。放心吧，等我消息。那就开始行动吧。 猴子，过山刀，你们听好了，2鬼子一进山坳，你负责左侧，你右侧，就靠咱们仨，火力也不够啊！哎，弄些竹杠和鞭炮吧。你要鞭炮干啥呀？迎接二鬼子啊！别废话，还有墨汁，快去！行行行，走。 停！哎，大伙儿原地歇会儿啊！哎，你怎么停了？别停了！行，我说，你们收了钱可不能不办事儿啊！老子跟你上山是为了挣钱，不是为了卖命的。哎，都歇会儿！我说你们这……哎 要吹了半天，我倒要看看他没枪没人的耍什么花样。好，哪儿去了？这土匪都哪儿去了？哎，赶紧上山吧！上！有车！快点！歇着呀，去给人瞅瞅有没有山贼追来！快去啊！点火！哪来这么些山贼呀？车，快车！快点，马妞的，快点！杨天笑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你上哪去找那么多帮手？炮仗？那些枪？还都是假的。你就是用竹竿跟炮仗赶走了二鬼子。青龙。 学着点儿，杨天笑，这回算你立了大功。你说吧，要什么奖赏？给我配把枪吧。给他拿把枪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。不对不对。来，大恩人，上座。哎，掌柜，真不敢当啊！今天是你救了我们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们老欧都被人给踹了。来，掌柜的，这狗汉奸我给带来了。哎，你骂我守财奴、铁公鸡都可以，你不能骂我是汉奸。你还敢吹胡子瞪眼？啊！我问你，我们乔家班是给你远日结仇了，还是近日结怨了？ 你居然敢让二鬼子来对付我！误会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为我们眼瞎呀？明明看着你的管家带二鬼子上的山，你是他的主子，啊！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？可不可以不要老举枪啊？什么时候又轮到你指手画脚的份儿了？让杨天笑问。段掌柜。 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，其实很简单，把他的管家找来一问便知。哎，对，这位壮士讲的对，把我跟我女儿啊放下山去，我见到我的管家，那一问便知啊。好看你呀，白日做梦的吧？啊，小姐，你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你说我要是把你给放回去了，我将来上哪儿去找你？那你不放我下去？ 我管家谁找啊？放心，自然有人去找。哎呀，别拿我家东西呀！你赶紧给我呀！哎呀，老总啊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别抢了！你们这些牲口，快起来吧！ 大宅子看着挺讲究的，不可能啥都没有啊！快说，把东西藏哪嘎了？哎，长官，真没有！哎呀，我就不信了，是你的骨头硬啊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报告，队长，宅子里面全都搜过了，真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没有，倒霉！走，回去。 这些当兵的，比当官的还黑呢。这不是老爷的戒指吗？1万大洋。 我上哪儿找1万大洋去啊？殿下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我不喝了，我怕喝多了失礼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哎，上回在风尘，你偷看我洗澡，你看我不也没把你怎么地啊？哎，段掌柜，这话不能乱说的。上次我就没解释清楚，这次我一定要说清楚了。我，你看，你脸红了吧？我什么呀？ 我看看，哎呦，这红苹果，我咬一口。哎，段掌柜，哎，哎，哎呀，段掌柜，哎，兄弟们都看着，这个，快点，兄弟们看我啊！小兄弟，怎么样啊？你想收买我？你把我牛犊子当成啥人了？ 爹，算了吧。这，兄弟，有商量，凡事有商量，出个价。不过这么的，你要肯出这个数，我就可以考虑考虑。5块钱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是把我牛犊子当成要饭的是不？啊，我说的是50块。50块啊！我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 爹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跟他计较上了，还要不要命了呀？公，你懂什么？5块、50块，一天上一地下，没听说吧？不怕搂钱的耙子没齿儿，就怕收钱的匣子没底儿。难道你还想一辈子被困在这儿？这钱啊，得花在刀刃上。哎，我替我爹答应了，50。你爹答应，我还不答应呢。我现在要100，我加价了。这100，我留着买棺材板呢。 我让你磨叽那么长时间，你就坐那儿等死吧你！爹，来，殿下，嗯，再喝一杯。今天必须喝了300杯。掌柜的，在山里逮了个人。 是你啊！是我，罗老爷的管家，是不是你把二鬼子领进来的？哎，给我搭出去，绑在树上喂狼！哎，别，我是诚心给你们来解释的。我们老爷他没有带伪军来啊，那是我自己做的主张。我是想求你们把我们老爷放了吧。是罗土旺让你这么说的吧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们老爷真的没有带伪军来，那是我带伪军来救人的。 少废话，给我拉出去！等一下，大伙在庆功，高高兴兴的啊！你这么做多扫兴啊！我说你又耍什么花样啊？对，扫兴。先把他关起来吧。好嘞，走！快走啊你！ 殿下，再喝一口。你喝。这打不死的赵子龙，我巾帼英雄黄木兰。黄木兰啊！我俩天生一对。礼让，礼让。哎呀，行，走进去。一对。哎，你还挺沉的。哎，哎，哎呀，哎，我没喝多。哎。 你先歇着啊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真香！你哪儿也别去。要是走了，我得多难过呀！你知道吗？除了我那个死去的男人，你在我眼里是最爷们。 特别的爷们。段掌柜，你喝多了。嗯，没喝。段掌柜，段掌柜，哎，段掌柜，哎，段掌柜。